不会又是先知双臂臂猎头打先知双臂臂猎头吧？这两兄弟。不会吧？真的是装逼逼？那林呱呱会装逼逼吗？林呱呱？看瓜神会不会？瓜神好像这盘不装逼逼了。哎，搜印跟瓜神都是智慧型兽人吗？不一样的，搜印跟瓜神俩人还是不一样的，就是搜印的操作比呱呱的操作好一些，好吧？但是呱呱的智慧比搜印的智慧高一些。啊，那并不完全是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搜印的实力要略强于呱呱，搜印的实力略强于呱呱。我上 YY 了呀，120估计还在打吧。搜印实力稍强一点啊，呱呱的实力，弱，稍弱一点。哎呀，两人打得这么近，好像切四角，汤都喝不了。等会喝啊，等会喝，等会喝。还是看比赛要紧。这盘双 BB 猎头马上要来进攻了。李呱呱这边不知道能不能够一直得到，他的商店造的有点晚。这边目前是李呱呱转出了一个大 G。啊，不对，这是上来就有的那个大 G 啊，不好意思。目前双方兵力还差不多。现在交锋的话，对宗印来说其实蛮亏的，而且这边往后退的话，他的商店要掉了，发现商店了，懂了懂了，你双臂臂了，这个大 G 要去泉水里泡吗？还是说这个大 G 还是说我不泡，你们也别想泡，这大 G 要进去了，喂，喂。哎呀，我刚才网易的账号不是我的 ID，没拉我。哎，大局就这么白给了，没事，他们这盘应该会结束的非常的快。这里林呱呱应该是要二发一个熊猫吧，不会出本毒英雄吧？哎，这里林呱呱有点亏啊，四个猎头打对方的六个猎头，只能等二英雄，只能等二英雄，五个打。哦，这边林呱呱有个小细节，疯狂的，他利用先知的狼去勾。去勾这个泉水的怪，让你补不了血，这个细节可以啊。林呱呱打搜印，这个细节不错啊，但是没有个优很势。有个问题啊，你的地洞可不能爆啊，这个是超英雄的地洞，顶住。林呱呱也是拼了，TP 都卖了。林呱呱优势啊，感觉。林呱呱目前是优势的，他前期没亏东西啊，没亏就是赚，马上可以买到英雄了。这个狼去买到英雄，哎，但是买不到，被赶了。这边又来了狼，这呱呱的狼，买不出来二英雄怎么办？你先点，买不出来，要不接下来你先点个牛。为什么要买二英雄啊？人家双 BB 爆猎头啊，得买个二英雄马上出来打哦，呀。搜印是双 BB 的猎对头。你要不就点个牛，你买不了你就先点一个牛，牛出来也厉害的，不然你这么搞有点难受啊。家里水泥也没有神灵呱呱这里，灵呱呱的苦工都拖出来了。我靠，这啥意思？啥意思？快买啊，英雄，买，冲过去买，冲出来了，买出了熊猫。我这么凶的吗？苦工，我这猎头已经被苦工包围了，逮了一个猎头。哇，这苦工牛逼啊！又杀一个猎头，我靠，宗印完全不是对手。呱呱的先知两级了，
这搜印还管不了了，熊猫还有两口火呢，又围住一个猎头，哇，苦攻好猛，这苦攻好猛啊，兄弟们！这双 BB 猎头不是搞笑的吗？是搞笑的呀！现在人口一样，落后一个本还玩毛啊？你呱呱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给升个城防。现在你呱呱升个城防，好吧？然后啊，他没 TP 了，不行，还是别出去练级，那就暴兵打吧，暴兵打正面就行。现在这种局只要不出什么意外，搜印完全不是对手，因为多你一个英雄，你这个完全扛不住啊！多你一个技能，多个英雄。哎，熊猫，要不喷火吧？别追了，兄弟，别追了！哎呦，你呱呱的操作被爆了！哎哎哎，发呆没追死！哎，这里呱呱的操作被爆了！哦呦，猎头死了好多，这里林呱呱的猎头死了好多，开了一本加速，人口落后六人口了。呱呱的苦攻在 A 这个猎头，现在林呱呱就靠多的一个英雄了呀，兄弟。就靠多的这个英雄了，冰好像不大是对手啊。还好多个熊猫。靠的是苦攻，苦攻比猎头有用。什么东西啊？爆苦攻？只要先知没有三级，对面的先知没有三级，苦攻就很厉害。什么理解啊？苦攻75块钱一个，苦攻75块钱一个，你不爆苦攻？我没说，我说苦攻厉害，没说爆苦攻。他那爆农民，还有还有足爆农民吗？除了英霸的暗夜。我就说嘛，我刚才听见120说，我刚才听见120说爆苦攻，我心想他妈的还有爆苦攻的操作。好了，先知搜印的先知三级了，先知三级很强，林呱呱必须要熬到自己的熊猫三级跟先知三级才能那个，好吧？才算赢，一定要熬住了才行。先秒松硬的猎头，这林呱呱不能硬扛啊，你不能这么硬扛的，熊猫没蓝的，兄弟这么硬扛可是要出事的。对面的三级，对面三级的先知好厉害，再喷一口招狼，等狼的 CD， 熊猫没有蓝了，人家硬扛压力也不是很大，普攻又出来了。松硬觉得是两级电吗？肯定两级狼啊，他的狼在 CD， 刚被打了，刚才狼第一轮被打了，现在在 CD， 招了新的狼，赢了呀！熊猫，哎 ，A 一下，好 A 死了，苦攻把那个塔给 A 爆了，你呱呱只要先知一到三就赢了，天亮，还没法去全身补给。对，你呱呱只要先知一到三就赢了，他现在人口搜印领先，但是没有用啊，多你一个英雄。科技也比你快，其实想到底这多的这个科技其实就是一个熊猫，它也没有什么二本剑的，它可以升那个，可以升那个猎头的技能，买蓝瓶，而且它可以升猎头的技能，升那个猎头的那个回血，对，可以升猎头的技能，还是有点用的。它升没升啊？不知道它升没升。搜印这个打法就是不升二本的，就是一本打的，没有二本这个选项啊，就是一本。往上走，他练下去也没意义了，因为人家有个熊猫，大家一起练级，搜印的先知也没人家熊猫厉害，打不死了就打不死就没了。这不就是暗夜的一本双兵暴女猎手吗？打不下来就没了呀。不就是双兵一暴女猎手吗，兄弟们，是吧？那还是区别很大的。好，熊猫把这个螃蟹给练了，班级。搜印这先知得有个一级才能打吧？他如果有个七级先知，他能打吗？为什么七级啊？哦，三级狼三级电是吧？对，还有一句大招，三级狼三级电，再加一个大招。大招有什么用？大招不知道，万一有用呢？现在这个四级玩，现在就算搜印的先知到五级都赢不了。对面的熊猫太厉害了，这个熊猫有个问题，它没有蓝屏，它没有蓝屏啊。
要不学对拳吧，要不兄弟。这波灵呱呱来的没有什么道理。熊猫拿不够呀。对啊，就一个酒火。是的，他有可能没有放绝，有可能没有绝绝，他没放过这个技能啊。这波灵呱呱来的没啥道理，他来干嘛？他是不是喝多了？你没 TP 的，你给 TP 卖了，你知道吗，兄弟？他在干嘛？我有种预感，这波先搜一点先知能到六级。到五到五到六级，你搞上的马上五级。比如说开盘哦，那行，开个盘。这波好送，他没 TP 的。白白送了三个猎头，把人家送到五了。把人家送到五了，关键是完了。哎，别人到五级，到了五级，这个猎头有操作，这个狼有操作空间了呀！我靠，我靠，五级了，这个狼不一样了。我有这一波灵呱呱血送，这个熊猫团家不能起到那种立竿见影的效果。是的，不是团不团的问题，现在的问题是团打不起来，你要被这个狼疯狂的骚扰。我靠，还跑家？啊？那别人分三级狼去你家呀，搞你啊！没事没事，他造个 BS 家里造塔，放插眼就行了。我靠，这还有这三级狼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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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狼太赖皮了，兄弟们！哎，这个狼无头苍蝇没追死，这个狼太赖皮了。有单团的，搜鹰要来拼命了，想拼命搜鹰也是赢不了的，好吧？都他会被熊猫耗死，他有两本军补。但是两本局不赢，你要不是给我买蓝瓶也能把你耗死的呀，我都喷他，兄弟死了，喷他得吧，喷他。先知几级啊？先知三级。哎呦，他又来跑了，买了个单船，有必要吗？正面本来是吊打的，他非要去送。他本来是正面吊打人家，人非要去送。正面吊打。林呱呱的先知学的两级的电。哇，来一口，哇，爽！有水泥，这个你有水泥，换到底了是吧？但是林呱呱的猎头已经被这些狼杀光了，拆迁了是吧？今天要走了，哇，那这么换谁赚谁亏？搜印亏啊，搜印只剩四个农民了，五个还有一个农民在外面。林呱呱，赶快造 BS 好吧。这为啥要 TP 啊？他不 TP， 他的农民全死了。你不 TP， 他短时间内拆不了对面的，他拆不了对面的塔跟地洞，对吧？他的农民死了，然后对面回来，他这么打，是吧？那你就慢性死亡啊！你 TP， 不是他刚才打不下人家，人家把他农民杀完，人家传回来，靠熊猫的火和先知的电能把你电回去。那你也得拆呀。那你这不是等死吗？那你出你那你说你还出门吗？哎，那没办法，本来就劣势，好吧。林呱呱已经很给机会了，就靠狼，就靠狼。你看狼疯狂的咬人，等我这先知，哎，这个搜印的先知一会咬到六级，你说能不能地震把这个位置一个震？哇靠，震五六个建筑，不是不可能啊。这盘有机会到六，关键是到了六没有人能打断他，是不是？这盘掉了个牛头光环，哇，我觉得搜印算了，搜印都他连造地洞的木头都没有。不是搜印他已经断粮了呀，他连造，哎，你踩木头啊，兄弟别踩钱了，你有那么多钱有啥用啊，哥。我他这个基本就相当于断粮了。是的，他因为他人家还会来搞你哦，隐身要眼睛，但是被看见了，被看见了，回去守，快快先进地洞里的保护自己，别被电了，兄弟，别被电了。哎，你看他过来，你还哎进地洞，你就三个农民了，兄弟，你还不保护好？进地洞，他的眼睛看见对面过来了，我还是谁的眼睛啊？刚才应该是林呱呱的眼睛，好像不好意思，刚才应该是林呱呱的。熊猫来了，熊猫来了。完了，绝种了，绝种了，兄弟们，绝育了，他们啊，搜印被林呱呱给绝育了，没杀，把熊猫给没了。搜印输了呀，搜印输了呀，是的呀，绝育了。
player's forces are under attack. 哎呦，这还他，我靠！哎，这熊猫，等会会升，那不会再升级了吧？还差一点经验，他再喷一口的话，算了，还是别了，别升级了，你死是要死了，好吧？你别升级了。这个先知有单传的，有单传，还传三个猎头感觉。不，哦，电，我靠！电约八十血，我造三个塔，哎呦，难受，兄弟们难受，都应好难受，被瓜神绝育了。如果他刚才把那个先知杀了，他就赢了吧？他把对面的先知杀了，他就六级了，他把对面的基地都给震了，是不是？还好先知，好像是、啊、这个零幺八的建筑很紧凑。对啊，他刚才如果把对面的先知杀了，他到六级，他一个地震，对面就没了。投石车有什么用呀？不知道呀，现在可不能乱送经验啊！哎，这个还差一百点经验，好吧？又送了个巫医，这不能乱送经验啊！我跟你说，你把对面的，哎，完了，熊猫出不来，他把对面的仙都送到六级，他就输了，是吧？现在可不能乱送经验啊！这边的仙都到六放个大，他就输了，万万不能乱送，兄弟啊，不能送，不能送，祭坛没了就没了，忍。投资车没问题，投资车挺好的啊，投资车挺好的。为啥祭坛没了就没了呀？不是，我说祭坛没了，他熊猫就没了，起不来了。这盘还是灵呱呱好打，守住憋住就行了，灵呱呱憋好吧憋。先知的大招多少秒啊？还差三个农民，还差三个农民，很急，农民不踩，农民钱都不踩了。我去，这盘快快，这完了完了！哎，得多少经验啊？这东西还差，他是不是卡了？我车子白送了，好像卡了。有个人说买个三英雄不就打断了吗？他妈的，他现在没祭坛，买不了三英雄了，你们知道吗？他没祭坛，买不了三英雄了，这是个问题啊！好急，还差两个农民，好急，杀不到，怎么办？杀不到，算了，还是输了。只要林光光不送，好吧，他的先知在这买蓝瓶啊，买蓝瓶，哎，送狼了，完了，两个狼一送，对面六级了，六级了，放大了，地震了，六级也无所谓，你妈别人都没兵了，围杀，哎，没围住，快踢，快单传，直接传，不然你要死了，兄弟，完了，死了。地震，他也不电，哎，死了，地震，啊，真的，兄弟们，真的要输了，真的吗？没了呀，兄弟们，我早就说了，这先知到六级，啊，完了，林呱呱输了，他为什么要出来送狼的经验，送先知啊？没了，停了，兄弟们，这他妈也能输？没，还没输吧？我把肯定输了，他的商店掉了，他的先知买了，能把先知买了吗？买了，已经他没商店了，没有来呀、啊，兄弟们，这拖的，他现在没钱了，没钱，没商店，啥都没，怎么办？好像还没输透啊，还没输透啊，还没输透。这盘要是赢了就搞笑了。投车怎么去那啥了？还没输透啊！赶快把祭坛搞出来！不行啊，他没木头，祭坛也搞不了，完了呀！还是输的挺透的呀，我看了一下，还是输的挺透的。这他妈他没商店，先知也没那啥。能不能在家里再守一会儿？主要是踩不了钱，主要是踩不了钱。又买了蓝瓶。我靠！我在五分钟前就预言了，这盘先知道六可以翻盘，真他妈翻盘了。不过我觉得好像搜印是要赢了。是的呀，他有个蓝屏，他能还能买一个蓝屏。又啊，地震基地这么快又好了，完了，基地都给你震没了。快修快修快修！这盘也太搞笑了吧！我靠，快修，修住了，但是没有用，人家你打不过人家，人家先知六级的。呱呱，这盘就被翻了。
金瓜瓜本来他就不要放狼，他躲在里面一直放电，放电他就赢了，他非要去给别人送个六级，傻了吧你？哎呦，林呱呱红人口了，啥都干不了。这是因为他那四级先知送了才到六的。他是送了狼到六的，就是他电的时间都已经到六了。哦，这里收印的招了一组新的狼，林呱呱的先知，林呱呱还有钱，收印好像还没输透啊，不，林呱呱还没输透啊，林呱呱有基地，有商店，还能采钱。现在搜印需要迅速的去断林呱呱的经济啊！哎，搜印也开始采钱了啊！搜印也有人口了，他有人口可以采钱了，完了，他兵都死完了，那林呱呱还是凉透了。搜印终于可以采钱了，我忍了好久，终于忍到了这一天，猎头死完了，玩先知了。行，他的猎头其实已经没有用了。是的，玩的就是先知，他要干嘛？他又要上岛。人家能踩钱了，你又要上岛，兄弟，林呱呱又开始上，他又要上岛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也太无聊了吧，怎么办？没了，人家还有基地的，你上岛也没用。他又要上岛了，瓜子上岛，飞艇呢？飞艇要抓农民上岛了，没用，人家四千块钱上岛是为什么呢？是逼平吗？是的呀。踩干了啊，没钱了。能不能像个男人一样呀？我要是打成这样，我早就会了。有人说这个图有岛吧？这个地方上一回林呱呱打木就把这岛放在这个地方，那风车旁边。哎，林呱呱知道搜印在踩钱吗，兄弟？他好像并不知道。搜印在踩钱，搜印在踩钱，搜印有300块钱了。我第一盘就这么刺激，上岛了，上岛了，真的上岛了，真他妈牛逼啊！太牛逼了，喝口汤啊！这盘我还可以喝着我的汤慢慢看啊。这哪有岛？哦，等我就看见了这个地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林呱呱的先知到了五级啊，搜印就踩不了钱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有可能要平，真的有可能要平了，兄弟们。林呱呱的先知到五了，搜印就踩不了钱了。他妈，对了，真的可能要平局了，林呱呱的先知马上到五了，我到五级你就踩不了钱了。这个地方的岛搜印五级了。也拆不了呀，这两个塔是拆不了，这是塔无敌的。上岛了，走喽，杀农民去。搜印现在就踩着，你就踩这口钱吧。三个农民，四个农民，等会林呱呱的先知一旦到，快狼快去啊！林呱呱好像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他还没有意识到对面在踩钱，他应该马上要意识到对面在踩钱了。等会你就踩不了钱了，等会我的线，等我先去招狼过来，你就踩不了钱了。哦，萨满，干嘛要死啊？刚才那个两个建塔的地方，搜印的先知能下去吗？下不去，你怎么下去啊？下去了你，这个地方没有地方下去了，你也打不过这两个塔。关键是你一靠下去放地震呀。那有肯定这哎，你一下去，你的飞艇就被射爆了。我跟你说，好了，他现在又僵住了两个人，狼开始咬人了。咬农民，咬死一个，看你怎么踩钱，踩不了钱了吧你？刚才不让我踩钱，现在我不让你踩钱。搜印想要上岛，他起码需要，没有需要，这盘要平局了，没有什么需要，他上不了岛，好吧？他需要奥本，但他这盘怎么升奥本啊？他就3000块钱，他要升，不是他有奥本，我靠，不是他有奥本好像也上不了岛啊，他需要开矿爆出来很多人口才行，还是出狼骑吧。搜印出狼骑，把对面的先知宰了，他就赢了，好吧。林呱呱这边要做的事情是让对面踩不了钱。他有二本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，他二本已经升好了。蝙蝠不行，蝙蝠打不过这个塔。哎，过来欧印了。你好像打。林呱呱好像打不过人家，
我操，跟对面的先知 solo 强杀，你好像打不过人家兄弟，买了个血瓶，你好像打不过人家大哥。哎兄弟，我们能卡住他，卡住了，有蓝屏，好了死了，哎呦真是颓了，先知死了，所有的先知死了，林呱呱的先知死了啊，五级强杀七级。